各位亲爱的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在11点到11点半准时收看股市老师。那今天这个盘呢、很重要，观众朋友你一定爱看哦。为什么我说这个盘很重要啊？因为这边来讲啊，大家都知道，你现在看电视，很多跟你讲说啊，资金行情结束了吗？要敲一个码。为什么这样讲？因为大家都知道资金行情是什么样，来得及去得快嘛。所以我们来看一下今天的一个大盘啊，观众朋友，它最高的时候涨72点，最低的时候跌97点。它最高的时候来到9085，几乎是创了新高。那最低的是说跌了到8916，跌破了9000点。一定会有人跟你讲说啊，这个资金行情结束了，因为嘛，资金行情本来就是什么样，来得及去得快嘛。那有些跟你讲说什么？这个就代表什么？如果资金行情结束了，这个会回到起涨点哦。观众朋友，你要把它记清楚哦。那另外一派就跟你讲说什么呀？这个叫做整理结束，攻势再起呀、因为安怎？因为多头格局是安怎？缓涨急跌嘛。哇，今天来从高点到低点跌了160点，修正那边结束了，所以什么又要再攻了？观众朋友，你给他看了、我们来看这个技术线型啊，有没有看到？它从这一边涨上来，你把它定义为资金行情也好，你把它定为外资行情也好，你把它定义为大咖行情也好，不管怎么样，起一波，它从7998点涨到9085点，整整涨了1000点。那现在很多跟你讲说啊，资金行情回去啦，所以怎么样？它跌得很凶。那资金行情如果结束了，是要回到这里哦。环球名誉回到这边是什么？是连线。老师那边倒挂黑家，你不要在那边吓大家好了。我讲的都是很实际的。那如果你看这个是一个景气的一个缓涨急跌修正结束了，它往上会到多少？从这里到这里，它往上回到9500点哦，那92共识就不是问题。因为大家来说啊，我们政治上没有92共识啦，所以台股也没有92共识。观众朋友，我不晓得你怎么看的、因为我们在盘中，我们不能跟你讲啊。我实在很跟你讲说我的看法，但是我们不能跟你讲。我直接跟你讲说，我们这一次要玩真的啊。为什么要玩真的？观众朋友。为什么要玩真的？我拿一档个股给各位看了。这一次我们不只要玩真的，我们还是要玩大的。来，我们来看这一档股票。那这一档股票代号5474的冲泰啊，是在7月11号，我在这边给各位观众朋友你看，它那个时候收盘是多少？59.5，把它放大，有看到啦吼，5474的冲泰。收盘收偌济？59.5。今天来到多少？在你看今天来到多少的时候，我要给你看一个 K 线呢、观众朋友，你如果看这个 K 线呢、看这个 K 线一路一路从59.5一路一路这样涨上来，最高来到87.5。像这样的股票，来，你给它看一摆。如果你看到这样的股票，你会说怎么样？哇，这一次要玩大的。老师，股票我这给它重压，为什么叫玩大的？要重压啊！你买个一张两张，你买个两张三张有什么用？或者说你买的在这边很快就把它卖出去有什么用？但是你若讲看这个走势，老师，这个股票我若有买，我如果玩大的那我的贵宾啊。我们在这里给大家看，为什么你可以玩大的？来，你给大家看哦。这个是我们实战筹码在这边跟你讲说，哇，超级大咖进来了，有没有看到？以前拢不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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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拢不买。哎，这中间它的成交量也有很大啊，它不是都没有成交量，有呢。那为什么人家都不买？实战筹码给他发现说，哇，这大咖没来啊，
讲到大咖，我就想到今天大家一定有看到一个讯息嘛，就是说我们台湾目前啊，三个月就是一季啊，它成交超过5亿的，算450亿，哇！所以你知道大这一个我们实战筹码，我们跟你讲的多重要啊，完全洞悉大户的进出啊。连证交所都给你统计出来说，我们大户现在剩外资那个不用讲了，就是纯粹国内的，剩450亿。安尼就查过什么？大咖足点，因为大咖那边有造，为什么大家现在没有行情，都无大咖那边来造势嘛，很少嘛，所以只有少数的股票会涨嘛。跟随大户获利容易，要都无大户，所以大家不玩啦。所以我觉得这个证交所跟我们的柜买中心跟我们的金管会跟我们的财政部哦，一定要怎么样让这些大咖赶快进来？为什么？赶快进来，进来的结果会怎样？进来的结果会这样。看到这样的行情，你如果跟我想说老师我不想玩，那你就不要去玩。你如果看到这样的行情，说老师这个要玩大的啊。这个不是赚那个一点点啊，这买爱买大买啊！你如果认同我的看法的话，观众朋友，这一次我们要玩大的。你若讲要做迄底线，要做迄2%、3%、5%，你不用打电话进来，因为为什么？因为你会失望，因为我们这一次给你就是要玩大的。那凭什么我们要玩大的？不是随随便便跟你讲说哦，我要玩大的。因为我们有实战筹码，因为我们完全洞悉大户的进出，完全洞悉大户的进出就是这样，这种阿北气哦。你看这边也有量啊，这不是之前没有量哎，那没有大咖进来，所以它不会涨嘛。那这一次有大咖进来，它就不一样嘛，完完全全不一样嘛。老师，你说要玩大的，到底有没有机会啊？有没有机会？大家等着看下去。来，3546的宇峻，大咖别，看到哈？你看到，你看到这样的股票，你会想说：哎，老师，我只有买一张、两张吗？哎，老师，我只有赚1%、2%吗？你如果还这样想，你不用打电话进来，你就安了安内吼，你也失望。但是你如果觉得说，老师这款股票吼，我拿来考一百张，来考两百张啊，因为你要买多少都可以买得到。像这样股票比比皆是啊，重点是安怎？重点你要知影，大户在哪里进出啊？老师，人家现在大户只剩下450个而已呢，那个是台湾的啦，就是台湾本土的啦，外资还很多啊，自营商投信一堆啊，这个都大户，这个进出都是几百张、几千张的啊。你要跟着我讲的大户，不是只有我们国内证交所统计那一些哦，外资、自营商、投信，包括公司派，我们都把它列在里面。所以你只要完全可以洞悉大户进出。你一定怎么样？你一定就是赚钱嘛！因为什么？因为你会买在起涨点，因为跟随大户不易套牢嘛。这个你有没有在起涨点？这个你有没有在起涨点？所以我跟你讲说，这一次行情不管它回来修正，它是要往下。哎，人家大户如果放空，我们就跟着放空嘛。有没有行情看谁呀？不是看那些散户啊。有没有行情看谁？我直接在这边跟大家讲了，它到底是资金行情的结束，还是在这边来讲就是多头修正结束？哎，这完全不赶快的，观众朋友，资金行情结束就是要大跌了。如果多头行情修正结束，它就是要大涨了。看谁？当然嘛，是看大户。那谁能完全洞悉大户的进出，谁就掌握了这个契机。所以观众朋友，我这个哪里讲的？这一次我们要玩大的，这一些到底涨多少？我们等一下再给你看。我直接来讲，你今天有下定决心，我这次又要玩大的。老师，就这款股票我足介意的啦，因为什么？有成交量嘛。
为什么？因为有大户在里面嘛。再看一摆，有成交量，有大户在里面。所以管这边哦，老师去管股票，我足介意的，我要玩大的。我下定决心哦，利用这个从现在来讲啊，已经来到七月底，从八月开始我要赚一个大的。何况我们国内哦，观众朋友你要听清楚哦，我们的接单从七月从八月开始啊，可能外销接单会变正的哦，我们的景气对策信号可能会在这边反转向上哦。你觉得这个行情你要不要玩大的？但是你玩大的不要随便玩啊，你不要随便去找股票啊，因为大户不在，所以会涨的股票越来越少，所以你要怎么样？你要去掌握这些大户的东西啊，掌握这一些大户的动态，这一些就是你的。所以观众朋友，你如果想玩大的，你如果想玩真的，这一次你绝对不要错过，因为今天的一个修正反而酝酿一个很好的开始。想玩大的把电话打进来。那接着下来回来，我们给你讲说，我们这一些个股啊，到底是玩大了？除了我刚刚给你看那两档之外，其他个股它是怎么涨的哦？哎，老师，刚才你要大咖啡来，一定会大起。我们等一下回来啊，你等着看，节目很精彩，不要走开。那因为时间的关系，这里我们先进一段广告。好妈妈，用心即用心，每天轻松享用健康美味的鱼料理。庆祝好妈妈50周年庆，全省各大卖场均有促销活动，欢迎选购。投资获利双指标，固德投顾，您信赖的好伙伴。我们的专业帮您掌握市场脉动，我们的自信帮您创造傲人绩效。固德投顾用心照顾您的财富，期货股票双证照，期股双赢一把照。固德投顾就是 good， 02-2578-3000 2578-3000。夏恩英语100%外师授课，英语听说读写 no problem。 夏恩让孩子与世界更接近，全国分校招生中。投资获利双指标，固德投顾，您信赖的好伙伴。我们的专业帮您掌握市场脉动，我们的自信帮您创造傲人绩效。固德投顾用心照顾您的财富，期货股票双证照，期股双赢一把照。固德投顾就是 good。 02-2578-3000 2578-3000。好妈妈，用心即用心，每天轻松享用健康美味的鱼料理。庆祝好妈妈50周年庆，全省各大卖场均有促销活动，欢迎选购。投资获利双指标，固德投顾，您信赖的好伙伴。我们的专业帮您掌握市场脉动，我们的自信帮您创造傲人绩效。固德投顾用心照顾您的财富，期货股票双证照，期股双赢一把照。固德投顾就是 good。 02-2578-3000 2578-3000。哦哟西呀爸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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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Life always better. 您现在收看的是中华财经台。欢迎回到节目的现场。那为什么跟你讲说洞悉大户的进出很重要啊？啊，其实老将在这一个礼拜六啊，要去拜访一个啊，应该算超级大户啦。如果5亿的话，就算大户的话，那这一个朋友应该算超级大户。什么名啊？我都不要跟他说出来了。
你看他连礼拜六礼拜天他在他的办公室，哇，那个来拜访的人是一组跟着一组，有投信的，有外资，有公司派的来的，他说啊，我们公司未来这个整个产业的行情未来怎么样。那为什么人家可以这样？关键没有你想看看这个，站在你的角度，你有没有办法这样？你要去拜访公司，人家公司还不见得要理你呀。啊，那个发言人就跟你讲说啊，我们公司就是你就看公开资讯上哦公布的讯息为主，大家人马上来讲对不？人家那个大户不一样，那公司哇，提一大堆物件去来做简报，为什么？因为他希望他来投资他们公司嘛。也有投信去拜访公司过来说，哎、欸，这间公司没卖的，关哎。欸什么什么什么懂啊？什么大哥啊？你要不要不要布局啊？外资也一样，所以为什么跟你讲说你要完全洞悉的大户进出，跟随大户获利容易啊？因为人家钱多嘛，人家钱多，人家得到的讯息比你多，人家得到的讯息好。一概你列循环嘛，这里他钱会很多，不是无缘无故啊，拢对股票市场谈来呀、啊。所以人家做决定一定很小心，咱别按照这，因为讲实话，我们钱不如人家多，你都按照你都对走的后啊。所以你这一次大盘经过这样的整理，你一定要来玩大的啊！来，那到化工这一吼，因为今天时间的关系，可能没有办法一一给的各位看，但是这一些个股都是我在这边有推荐给各位的。来，那到化第一支，大概3092的宏硕。我们6月2号20.65在这边跟大家讲，它这一波涨到最高涨到39.55，7月7号，这样的价差探多少？探18.9，然后呢涨幅多少？高11.5%，观众朋友你来看，来这里，从这里到这里。欸、老师，这里到这里，这样就涨了多少？涨了快一倍呢。我们都是完全用现股去赚哦，从这里到这里就涨了快一倍呢，观众朋友。底价加价起要一倍，老师你有底下讲无啦？观众朋友，你给他看，这是6月3号的图，我来你讲大卡片啦，来把这里放大，这个是另外一个大咖。6月3号，3092的宏硕，我有没有跟你讲说它的基本面怎么样？我没有跟你讲说它的筹码面怎么样？这个东西我们当然会过滤了。公司也特别对外的客户，但是咱这股票是安怎买得掉卖得到，那个就是好公司，那个就是好股票。你搁听一摆，你别光讲这间公司安怎，公司是安怎，做好的公司话不一定的，其他的好。在我们做股票的人的立场，就是我们买得到，爱买会出去哦，那个就是好股票。我们买买在低点，卖卖在高点，这个就是获利，这个就是好股票。你有认同吗，观众朋友？你有认同吗，投资朋友？那为什么这一段你给他看这里他没什么量，为什么这里量会进来？哇，人家大咖有来嘛。来，6月3号。6月4号，侬都大咖有别来嘛？有别来，结果就是安怎，就是这波嘛。我给各位看的嘛，有没有？最高39.55，在这里嘛，完全没有跟你照相片安怎拢无嘛？底下，安尼偌济，91.5%，观众朋友。那为什么这一段时间你说大盘有什么涨？有啦，大盘有涨，涨多少？涨个2%、3%，但是一样啊，高在1.5%。你如果你给他看，像现在还在高档这边震荡哦，你这里如果去买，一定买得到的嘛，因为它没有涨停板嘛。这一边随便你怎么卖嘛，因为每天成交好几千张嘛。想来起一波，这里是想多的重点嘛。所以我跟你讲说怎么样，为什么会赚钱？买在起涨点，
买在起涨点。老师，起涨点为什么那一个火那一个你讲的我很认同啦，就是那一个点有大户进去买它就会涨，这一点我很认同啦。但是我的不知道大户何时会进场啊，所以怎么样，所以你要来看我的实战筹码。你如果说这一种股票你赚1%、2%、3%、4%、5%、6%，你会怎么样？你会觉得说啊，我对不起，我对不起老师傅哎，我真的对不起他。为什么对不起他？人家股票赚91.5%，涨了91.5%，你好歹赚个30%-40%嘛。现在这个行情你要赚40%，你要不要玩大的？你要不要重压？但是关键明，我不是叫你底下重压，不是叫你欧北去重压，你要去重压那个股票要怎么样？欸、要有凭有据啊，要会大咖欧比啦，而且这个大咖你要长期间去追踪哦。你别当听人讲，听讲的，老师傅，我听讲什么人哦？那个很有名的那个小江进去买什么股票哦？不能只有听说的哦，关键明，你一定要怎么样？不能只有听说的，你一定要从电脑里面知道他确确实实买了多少张啊，实战筹码。你来看到这里高了一倍，也不高倍，来照这里就好。代号3541的西部，你看整理之后，这个是不是起涨点啊？再照这里。这个叫做什么？这个叫做大户进场，跟随大户获利容易啊！底下实战筹码，来画下3541的西博，7月1号，观众们，我们跟你写都是有凭有据，不是随便跟你乱写呀、啊。这个叫做你长期去追踪大户，他100块最高来到多少？153。来，你讲，这段的起多少？起53%，不是涨53%而已，他有4块的全指。我讲哎呀，那上好你傻秘书，我能给他赚那4块的，做欢喜啊！对我来讲，上好你傻秘书啊！因为安怎？那4块对我来讲，哎，这个涨了53块，那4块对我们来讲一点意义都没有。为人赚到4块的中华裔，我哎、欸、老师，我赚4块中华裔啊！我你是唔捌赚过钱呢？所以我就跟你讲说，那台语咧讲的，对有钱人，你也生钱囝啦。这句话你听过吧？就是说跟着有钱人，你会跟着有钱就对了啦。有一些人可能台语听不懂，就是说跟对有钱人，你也生钱囝嘛。也就是说，跟着有钱人，你就会变有钱呐、啊。那谁有可以办法跟你看出来说，有钱人在买什么样的股票，就是我的实战筹码、啊。这个都不是随随便便在这边跟你乱讲的啊！底下列了看，到7月20，这短短多少20天的时间，涨了53%哎。老师，那53%你要坦博，我跟你讲，不是要玩而已，不是说要被坦博，要赚大的啊。老师，那个不能买1张2张哦。老师，那个要重要、哦，那个要买个50张，买个100张，嘿，唔叫我告亏，买10张就好啊。我们不要讲说啊，可能有一些资金比较买个10张，你就可以赚多少？赚53万呢？这个涨就可以53万呢？短短多少天的时间，你那边？跟人家讲说啊，那个薪水怎么样？不用，咱钱咱靠咱家己赚，靠政府，政府干咩帮助你？没有啦，所以你要靠自己。所以我跟你讲说，这一次你一定要玩大的啊！你看这个大盘，这不是给你再次的机会吗？是向这里，向这里，还是它向这里？我们盘中节目，所以我们不能讲得太明了。但是我就直接来你讲的呀，
你这一次如果下定决心说，哎，老师，这行情你讲的对啊，那免惊嘛，咱都对大好去做就好啊嘛。行情不对，人家知道的比我们清楚啊，咱不是上熬的啊。也许我们这样自己讲自己是分析师，讲的有题，但是熟悉都是安尼啊。因为什么？现在有钱，人家资讯知道的比较别人的比我们多，比我们早，比我们多很多，比我们早很早。关键明，你认同这一句话，你也敢说啊？这改变要怎么样才完大的？这里这一边是向这里还是向这里？我用意义来讲啊，像这样的股票你要玩，你要做大的，要怎么样？要跟随大户进场。转台湾，你来看，咱台湾到阵450亿，而且这个怎么样？这个三个月才做多少？才做5亿呀、啊！那个在老江，那个在老师傅的眼里面都还不是大户。我要找真的大户给你，你跟着他的做怎么样？可能全台湾啊，剩下不到20位啊，你跟着20位做，你会怎么样？你会想做大户吗？不要玩大，你如果下定决心要玩大的。对老帅已经做未来，这个行情接了下来会怎么样？会比这一种，会像冲泰这一种股票比比皆是。熊这样讲啊，你要懂得跟随大户的脚步，把握这个机会。这一次我们的玩大的，那因为时间关系，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本公司与所推荐分析之个别有价证券无不当之财务利益关系。本节目资料仅供参考，投资人应独立判断、审慎评估并自负投资风险。好妈妈，用心即用心，每天轻松享用健康美味的鱼料理，庆祝好妈妈50周年庆，全省各大卖场均有促销活动，欢迎选购。投资获利双指标，固德投顾，您信赖的好伙伴。我们的专业帮您掌握市场脉动，我们的自信帮您创造傲人绩效。固德投顾用心照顾您的财富，期货股票双证照，期股双赢一把照。固德投顾就是 good。 02-2578-3000 2578-3000。外面下大雪，肌肤也在下小雪，神奇润蓬蓬香芋乳，新乳木果油配方，完美水润，变身白雪公主。神奇润上市 ，Nice 蓬蓬，投资获利双指标，固德投顾，您信赖的好伙伴。我们的专业帮您掌握市场脉动，我们的自信帮您创造傲人绩效。固德投顾用心照顾您的财富，期货股票双证照，期股双赢一把照。固德投顾就是 good。 02-2578-3000 2578-3000。好妈妈，用心即用心，每天轻松享用健康美味的鱼料理，庆祝好妈妈50周年庆，全省各大卖场均有促销活动，欢迎选购。投资获利双指标，固德。